好的，来，我们美女 ，OK， 我们的伟琳，好，你看我们这可爱的小妹妹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以前呢，我们都是看她在台上载歌载舞，演唱好听的曲子呢，献给我们的所有观众朋友。但是今天不一样哦，因为呢，她要为大家演奏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《第一老歌》。当时呢，叶启田把这首歌曲呢唱红了。但是呢，后来还有一位呢，更是哎，让恭喜天，没有讲，他是一首对不起，好 ，OK， 这首曲子呢，当时是由叶启田先生呢，他把它唱红，但是后来呢，有一位呢，后出道的一位，很台，对不对？我就现在讲台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台，所以我叫我讲台，好像有点讲不出来。伍佰呢，把他唱红了，真的是红到半边天了哈！只要是他的演唱会呢，唱这首歌哈，整个台下呢真的是嗨翻了，那个地板可能都要被踩碎了哈，真的是很红。那这首曲子呢，为什么会这么红呢？因为呢，它的歌名很特别，《蒙阿波马嘎提》，代表说爱情的力量真的是太伟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非常非常嗨的曲子，《蒙阿波雅嘎提》，献给你们。
对，没错，你们都不冷哈，因为呢，音乐的热情都把我们的这个这么寒冷的天气呢，都把它融化掉了啊、哦。因为我们心中有这么棒的一个音乐呢，陪伴着我们，尤其在这个浪漫的一个氛围之中呢，所有的寒冷呢，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了。嗯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，好。